自从小凯被他的亲舅舅包某华拐卖后，王家成夫妇已经找了20多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顾不得想。找回儿子小凯成了夫妻俩的执念。走路那些地方走各个弯，脚杆都走痛，走的你不想走。因为我想他慢慢长大了，也许他也在找我们吧。 就是这样的，不放弃。没钱了，采点草药，在街上卖，挣点钱，又继续寻找。这20几年，对于他们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找寻的20几年，也是他们这个家庭期盼的20几年。2021年3月的一天。 四川省德昌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来到王家成家里，他们详细了解了王家成夫妇寻找小凯的近况，还为夫妻俩采了血样。民警告诉他们，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员行动。德昌县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 把小凯被拐卖的案件纳入了重点侦办案件。孩子能不能找回来？犯罪嫌疑人能不能抓获？然后当年的案件事实能不能查清？可能是困扰我们当时的3个问题。听到国家高度关注被拐卖儿童，德昌县公安局还未找回小凯成立专案组的消息，王家成夫妇感到小凯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00年6月18日，王家成夫妇的小儿子小凯被他的舅舅包某华从家中带走了。包某华说是要带孩子去县城买鞋，却暗中和人贩子勾结，把小凯拐卖了。王家成夫妇清楚地记得，那年小凯6岁，头偏大，上嘴唇的左侧有3颗痣，笑起来脸上有酒窝。 到了2021年，小凯应该27岁了，那他究竟在哪里呢？德昌警方全力寻找小凯的下落。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 一场车祸，失去爱子，为缓解伤痛，夫妻收养男童。一失去这个儿吧，光想要个孩儿。再赴兰考明察暗访，两地警方联手获重大突破。和王家成特别像，嗯，就是眼睛、鼻子特别像。21年后的团聚下集，一线正在播出。 王凤林是小凯的哥哥，比小凯大5岁。21年前，因为弟弟被拐卖，王凤林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童年基本上没跟一般正常的孩子一样，过着另外一个世界。平时小孩能够出去玩了，我都不能去，必须在家做农活。 最初的几年里，王家成夫妇频繁外出寻找小凯和包某华的下落，留下王凤林一个人在家。王凤林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他理解自己的父母，更想早点找到弟弟。我们这里不是有蕨菜吗？星期六、星期天自己去背篓去找那个蕨菜，回来弄好，第二天早上自己背着上街去卖。 因为我知道爸妈他们特别辛苦，又要找我弟弟，又要跟我读书，不想让他们有负担。从小学3年级开始，王凤林再也没有向父母要过零花钱。王凤林记得，上初中1年级报名的时候，父母在山上挖草药卖了点钱，给了他560元报名费。
我在夜里听见爸妈说，第二天好像过几天要去找我弟弟，还在为钱的事儿发愁。那天晚上想了一下，我要是不读书，那些钱就可以帮上父母很大的忙。就在那天晚上，王凤林打定了辍学的主意。第二天，王凤林第一次给父母撒了谎。以前的那个水果糖，一毛钱一个，买了五个，吃了一个，给爸妈他们留了些。回来，爸妈又问我报上名了没有，我跟他说作业没做完。他跟我说为啥？我说作业没做完。那爸妈他们打我，我心里我知道为啥，是打我也愿意，因为我这个要是把这钱给爸妈，他们路上那也没那么辛苦，也没那么受罪，有钱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嘉诚夫妇的年龄大了，身子骨大不如前。王凤林已经结婚生子，扛起了家里的担子，也从父母手里接过了寻找弟弟小凯的接力棒。因为我接触这个网络，我看见很多在网络上找到，所以我就在开展这个网络上找人。但是也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头绪，就是瞎弄嘛。因为我们哪儿都找交了，始终没有找着，只有通过网络，宝贝回家这些，我们都打过电话，请他们帮我去找。拐卖了自己外甥的鲍某华已经于2011年4月刑满出狱。十年来，他深深为自己当年愚蠢的行为忏悔，并尽力提供线索查找小凯的下落。我积极进去了2次，我都喊他，喊他，他当场就跟我说的：“我不是你姐姐，你任何你也不要喊我，我不会认你。”德昌公安局专案组一方面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比对，在打拐平台上查找小凯的线索，一方面对小凯被拐卖一案进行了重新梳理，寻找突破点。专案组认为，在拐卖小凯的案件中，除了包某华、程某柱已经因此被判处刑罚外，涉案人员还有包某华的同乡张某发、程某柱的叔叔程大狗，此二人同样涉嫌拐卖儿童罪，应抓捕归案。程就想把这个孩子卖给他的叔叔程大狗，但是呢，程大狗有反应，就说他年龄比较大了，不想养，他说他们找一个下家。最开始线索以为是卖给姓毛的这么一家人。经过分析，小凯被程某柱、包某华等人千里迢迢地拐卖到河南省兰考县，孩子应该是被当地人收养了，寻找小凯的重点应该还是放在兰考县。办案民警随即赶往兰考县展开调查工作。到河南第一个目的找陈大狗，第二个就是找这个姓毛的这一家。根据调查，程大狗不是嫌疑人的真实姓名，此人应该70多岁了，自从20多年前外出躲债离开家乡，至今下落不明。原寨村就没有姓毛的这么一个这个姓氏，周边的古营村也没有。姓毛的这家他们拐卖的地点就没有，而结合河南当地的口音，那么有可能是姓满。当年的兰考县古营乡已更名为古营镇，经过调查，古营镇原寨村确实有一户姓满的人家，这户人家也恰恰有一名26岁的孩子。不过满家已经为这名叫小龙的孩子在县城买了房，一家人搬到县城生活了。看见他照片啊，和这个王嘉诚特别像，就是眼睛鼻子特别像。2021年4月初，兰考县公安局的民警上门为孩子小龙采血。小龙的妈妈董某内心十分纠结，她预感到自己和丈夫尘封21年的一段往事要被揭开了。几天后，四川省德昌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也来到了小龙的家里，
询问小龙的身世。这就说，哎，我们现在来一个冒昧的，就是事情，啊，就是小龙是不是你，亲生的？他说，这个我，说实话不是，他是我们领养的。满某夫妇原本有一儿一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2000年，满家出了件令人痛心的大事，16岁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这给满某夫妇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击。他们为此决定收养一个孩子。西头有个姓邵的，赵青姐还没起来的，他上俺家，他说的快点起，西头有个孩儿，要爷领个孩儿来了，他说爷不要，你去看看要不要？我说的要要，大小我都不嫌，我说就这一失去这个儿吧，光想要个孩儿哈。按照满某夫妇商量的意见，只要是个男孩，哪怕出点钱，他们也愿意收养。一人也要10000，一直都给也找10000，找够钱也才给孩儿。那时候那1万块钱，那都很了不起了，就那我也得要。我说我他挣我也得要。把钱交给中间人，满某领回了孩子，夫妻俩给孩子起名叫小龙。说他舅舅给他领来的，说他姐姐找那个养活不起，他给他领出来的，自己是这个情况。他爸去了，要是我去，我都流过血去，我都看他的身份证了。我说你都回来了，我说你都不看看他的身份证啊？他没有看，就这，光知道是他舅舅给他带来的。小龙乖巧可爱，董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把对儿子的思念转移到小龙身上，逐渐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出来。哎呦，我可怜的一坨血，那我不想搁幼儿，你都不知道，可怜，这个孩子可瘦，穿的那白件裤，哎呦，可脏的穿的，这点灰我都去给他买衣裳。从那以后，满某夫妇把小龙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抚养，他们把小龙的身世深深地压在心底。我有病时候，姊妹俩都跟着收拾我，咋不暖心呢？我到哪都夸哪，我动手术就那，你一咳嗽，他都给我拍，你医生咋说，他咋跟那守护我可好。后来，小龙上了大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小龙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满某夫妇为孩子在县城买了新房，准备以后当作小龙的婚房。满某夫妇年龄也大了，生活原本安稳又充满希望，他们没想到21年之后，小龙的身世再也掩盖不住了。这个小孩是被他亲舅舅带过来的，他知道这一点，而且当时6岁，他的脸上的酒窝什么他都描述的，我们就把这个小时候的图片拿给他辨认，他说就是他了。采血回来以后，我们立即进行了 DNA 分析，然后入库进行比对，经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比中就是小龙，就是这个21年前被拐的那个孩子。最后我们以 DNA 检验鉴定的结果作为我们认定的依据，最后我们确认小龙就是当年我们德昌县被拐的小凯。命运仿佛和王嘉诚夫妇开了一个玩笑。事实证明，早在2005年，王嘉诚亲自辨认过的孩子小龙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小凯。当年小龙的脸冻得通红，掩盖了酒窝，口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加上辨认的过程较短，王嘉诚没来得及看一下孩子的头上是否有伤疤。就这样，王嘉诚和小儿子小凯擦肩而过，而这一错过就是16年。如今小龙已经27岁了，如果得知自己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他能不能接受？他认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呢？小龙的养父母对此又会是
怎样的态度？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阴差阳错，生身父曾经错失团圆良机，痛苦抉择，养父母再次面对骨肉分离。21年后的团聚，下集一线继续播出。小凯找到了。消息传到四川省德昌县，王嘉诚夫妇震惊了。他们真的不敢相信，当年曾经去辨认过的孩子小龙，竟然正是他们的儿子小凯。我是做梦嘛，但是醒了起来好像又是真的，睡着了又像是在做梦，所以我都不太相信。我说公安局的找到了，他们问我真的，我说不是真的，咋信打起来还是假的呀？他可能说白话。王嘉诚一家欢天喜地，找到儿子的好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亲人们都为此激动不已。我家这个大侄子来，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他弟找到了，哦，当时我就激动了，说不出话嘛，反正感觉到就眼泪一直流，半天我都说不出话。20几年，整整20几年，别人都说，假如发生在别人家都是故事，发生在自己家就是事故。我觉得真的很能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小凯现在什么样？他过得好吗？王嘉诚夫妇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见到儿子小凯，亲人们也都聚到王嘉诚家里，昔日的眼泪变成了喜悦，大家一起回忆着小凯，谋划着小凯回来该做什么准备。很乖很乖，小时候他也是那种很腼腆的嘛，小时候我时常都背他抱他，他现在是过得好吗还是不好吗，都在猜测嘛。德昌警方向满某夫妇提出了让受害人王嘉诚夫妇认亲的要求，并推动案件侦查工作向纵深开展。据警方调查，程某柱的妻子是四川省盐源县人，所以他时常和妻子一起到四川省亲，由此结识了张某发，并通过张某发认识了包某华。程某柱之前曾多次把四川的儿童拐卖到河南老家，以此获利。这个案件当中的话，那么张发就是承担了河南方的和四川方的这么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程小柱就提供了一个买方的一个需求信息，而包礼华就提供了一个卖方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信息，他们这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据包某华说，卖掉小凯的时候，买家给了8000元，他一个人得了5000多元，程某柱拿走了2000多元，同行的张某发却没有向他要钱。他仅仅而已的就是说同门都去，他通过是没说过任何啥子的，他也没说，哎，老婆你谁把这个你侄儿们真的弄过，谁把钱还是分点我，这个话他没说过。但是根据小龙的父母提供的线索，当年他们是以11000元的价格收养了小龙，那么作为中间人的程大狗应该会从中获利。就是买方给了11000，包华、程小柱包括张家芳三个人所获得的所有的收益就是8000，那么还有3000块钱在谁的手里？这是一个案件当中也需要我们去查清楚的。有线索显示，张某发回到了盐源县老家，德昌警方组织警力伺机抓捕。在兰考县满某的家里，面对兰考县公安局的民警，小龙的父亲满某沉默良久，小龙的母亲董某伤心落泪，他们真的不想接受这样的现实。工作是可不好的，当时他知道以后非常激动，在那就是恐惧不惧，自己就是在那里哭嘛，掉眼泪。开始打了，他激怒他的什么？他小子咋着咋着？哪边他听政府没命就表态了，就是在看一眼有个孩子还存在，就是还给他适应生活状态，他过得比较好，气了就认天，就这样要求现在。
警方已经确认小龙是被拐卖的孩子，满某夫妇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当年他们因儿子车祸去世痛不欲生，是小龙的出现让他们从悲痛中走了出来。然而21年后，他们再次面临失去儿子的局面，满某夫妇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你看我吧，也失去我儿吧，他妈妈又遭着这些孽吧，都同情这个心情，你知道吧，是吧，都失去我好不容易，你知道，我希望他给他妈妈都给他都见见面，是吧，不舍得，我害怕失去，我在害怕失去我的儿子。一夜之间，自己的父母竟然成了养父养母，小龙一时有点消化不了。然而从民警告知和媒体的报道中，他也被亲生父母苦苦寻找自己21年承受的苦难深深震撼了。是否认亲对小龙来说同样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生活的比较好，就说他的养父母对他应该是比较好，他也20多年了，特别是他养母对他很心疼。孩子的顾虑就是说啊，他的亲生父母想让他到那边生活，到四川那边生活，毕竟他和他的养母21年的感情了，他怕他伤到他的养母啊，所以他也非常纠结。经过慎重思考，小龙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四川认亲。他说每天今天下午来我再去。我去。你去，你到时候哭你的身体。不哭。一耳朵往那一躺。不中，你不要我去，我不中。买不着，时间到了，我说终于跟你娘也找到了，你娘也找到你了，我说的我陪陪他，你儿和笑笑，俺俩都笑笑。我心里头也怪事，就是我儿也找到了，再叫人也找，也叫人也认。2021年4月19日，在德昌警方和媒体的陪同下，小龙和妈妈董某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航班。这娃儿读过大学的，他有天亮，他晓得不让你们去，他亲自来。他坐飞机好，坐轮船我反正他睡得起。你们老了万一给坐啥子车睡不起呢？哎，我想对，你就那就你来了嘛，就一直等。在认亲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小插曲。在确认儿子下落之后，王嘉诚与德昌警方协商，要尽快到兰考找儿子，还为此定下了行程。谁知当天晚上，王嘉诚接到了警方的通知。兰考之行取消，小龙要来四川认亲。这个好消息让全家人兴奋起来，他们通知了所有的亲友，小凯要回家了。骨肉离散21年，小龙赴川认亲，阖家团圆。翻山越岭抓捕嫌疑人，警方除恶务尽。21年后的团聚，下集一线继续播出。儿子回家是大喜事，包鼎会几天来都是彻夜难眠。我家大嫂身体不是怎么舒服吗？我说你还是心态要放宽一点，不然一会儿见面的时候太激动了。我还在笑他，我说你别晕过去了。我都垫了条羊脂100多斤的，那下我把头发剪了，转得黑了。衣裳买一件，那会儿转得黑了，而且跟着准备的。21年了，家里的房子没变样，还是这种土坯房。王凤林早早开始大扫除，修整院落。他和父亲一样，性格内向。然而，王凤林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因为他看到了父母久违的笑脸，特别开心。主要是爸爸特别开心，一年的笑容，20几年了，从没见过他笑。见到弟弟了，现在他笑得特别灿烂。还有妈妈，对。激动，然后
有点紧张。哦，对对对，那你还有点，因为那个场面是无法想象的。昨天晚上睡好了没有？睡不好，激动的很。一会儿接孩子，有没有想要给孩子说点啥呀？好的，差不多。嗯，是的。这边是不是都梯田？基本上都是干的。啊，有点就是化的。凤凯是不是正在路上？他正在路上。阿姨，阿姨，快点，快点，他马上来了。哦，快点吧。别哭啊！这是你的妈妈，包鼎慧，是你的小龙，然后这是他的养母，然后这是你的爸爸，王嘉诚，然后这是你的哥哥。哭了，别哭了，都找到了。对不起，对不起，是妈妈没把你抱走。这个是奶奶吗？别哭了，这不找到吗？这是好事，是吧？找到了，好了，你们放心吧啊。谢谢你，大姐，你把他养得那么好，谢谢你，还谢谢你，生这个好的儿子，你放心吧啊，放心啊。这是他等于追过的。阔别21年的小凯终于回家了，王嘉诚夫妇请来了亲朋好友和村里的乡亲，共同见证他们的儿子回家。咱把他们这个娃儿教育的好噻，教育的富有礼貌的。我们那天就将子接到以后，还是抱到就哎呦，还是哭，因为那么多年没看到，突然看到时控制不住。不知道你吃了好多苦，当年你不知道你是怎么过出来的，不敢想。我每一次做梦都梦到你。我们对对，请你们放心，案件我们公安机关一如既往都要侦查下去，查清楚。至于那些违法犯罪嫌疑人，我们下一步还要快速的抓捕，付出了更大的心血。对啊，这个小嘴儿，小一眼就给他认出来，对吧？都说人民公安为人民，怎么来体现人民公安为人民？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把它做了，把它心事了了，才真正的就是为人民。让父母安心啊！我也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也特别开心。这个爷爷，爷爷去年过世，去年是60。2020年，小龙的爷爷去世了，他等了20年没能见到丢了的孙子小凯，为此他让家人把自己埋在自家院子旁边，他要等着孙儿回家。4月23日，办案民警赶赴盐源县，抓获了参与拐卖小凯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发。那个陈光头对我们给耍，他说你天天耍起球是没得外过去，娃儿给我找点活路给做，意思嘛儿子年轻了嘛讨个老婆，这样子跟我们说了嘛，就我那就有点动心了，还有包的话有点动心了，他们两个就把娃儿带起去了。但是具体就是娃儿卖的哪我不清楚，哪个卖我不清楚，钱我没分太分。据张某发说，拐卖小凯的3000元钱给了下落不明的程大狗。刑满出狱后，包某华始终不敢面对姐姐包鼎慧一家人，他自感愧对自己的亲人，
服刑6年6个月，自己是罪有应得。我又问我说我侄儿究竟现在转没转呢，他说转得了，我这些生我都对不起他，我向他弄我姐去说吧，他都不会原谅我的，没得办法的。我只有就是应得反的，我自己觉得我这生当中我对不起我姐姐哥哥，我不是人。小龙的想法是，两边都是自己最爱的父母，有自己最亲的姐姐和哥哥，他们都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今后留在河南生活，四川也是他的家乡，亲情是一家人最珍贵的纽带。欢迎弟弟回家，辛苦父母，辛苦爸爸妈妈，还有各位亲戚，欢迎你回家。这个孩子来时我就想过的，他已经大了噻，20几了，你不是小娃儿啊，必须转来，必须回家来个。他现在已经大了，你就在这儿也可以，你就来个河南兰考也可以，在于你，你自己愿意噻。反正我叫大哥大嫂，也说尊重他的选择嘛。你有时候逢年过节能回来看，反正你想在这边生活好，在那边生活好都没有意见，只要你过得好嘛。那我说你那边给也无所谓的，哦，只要找到了，这样子我就不牵肠挂肚的给找了噻。小龙回家了，王凤林和弟弟有说不完的悄悄话，他们有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尽快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下一步就是把农田种好吧，把我的那些草莓、蓝莓还有桑葚，全部种得最好，也可以让那些游客自己采摘，把家里经济带上，再把这房盖一下。现在我想大声吼出来的，你说我的孩子找到了，总算是苦尽甘来了。这些人贩子太可恶了，因为破坏了人家好多家庭，人家那个孩子好辛苦才生下来，又把他养那么大，你才跟人家活生生的跟人家拆开，人家心头怎么想？不过我还是祝福这些丢掉的孩子早一点找回孩子，团家幸福，一家人团圆。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各地警方抓获了不少多年前参与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于这些犯罪嫌疑人来说，他们是否过了法律责任的追诉时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刑法上对追诉时效的确定是要根据他所犯罪行所可能，或者是他相应的情节对应的法定量刑幅度。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刑法规定了三种特殊的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这个罪之外还有其他的犯罪的话，那么对这个罪的追诉时效是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起算，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那么他的时效也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导致他这个时效没有过。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他是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第三种情况，如果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经过20年以后认为有追诉必要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也可以再进行追诉。打击拐卖儿童的团圆行动正在全力推进，如果有类似线索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同时也需要丢失孩子的父母以及疑似被拐人员去公安机关采集相关的信息，争取早日团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